皮蛋是那个瘦的，自己来一个。那吃皮吧。行。啊，涛哥更爱肘子皮，来，给你来肘子皮。就为你肘子来的。对，你拿着，来，再给你带来个瘦的啊，肥肉肉。我操！哎呦，我先来个粉肠，来个粉肠，这粉肠带劲啊，怎么样？都炖了半小时了。天哪，吸满了那个黄焖鸡的味道啊，非常入味儿。粉条和土豆都融在一块儿了，非常入味儿。辣味不够啊，来点胡椒酱。咱们有没有喜欢吃胡椒酱的啊？一块多这么一罐，在超市里买的话，咱们需要4.5块左右。这土豆都炖成土豆泥了，吃吧吃吧，不用老说，没事吃吧。哎，哇！哎，我天哪！溏心肝胆，
肘块，软糯鲜香，肥而不腻。等着在干嘛呢？倒进去的，哎，愁死了！哎，现在给你吃吧，不，我切了，我要吃那个肥的啊！哎，这味道带劲了啊，泡椒猪皮味的啊，也差不多了，来，嗯，谢爸爸，这吧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叔叔阿姨们帮我爸爸点点关注吧，谢谢你们啊，吃吧，今天挺甜，哎，先来个偷了个肘子皮。软糯酱香，肥而不腻。你再来口这个泡椒拌面，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不用榨汁机了，干的啊！这是最纯天然的榨汁方法，能保留它原有的味道。哎，这个掉，但是榨的不怎么干净啊！还有榨到什么？一个石榴都榨这么一杯出来，见没啊？水分非常充足。来，敬你们！见你们啊！这个石榴啊非常特别，我是第一次吃，见没？看一眼啊，也叫红宝石石榴啊，这个籽是红色的，还有一个籽，看见没？不用吐籽啊，它是软籽石榴，籽都可以吃啊。没有，咱们加上石榴啊，还得把籽吐掉，这个不用吐籽。像这种品质的石榴，在超市里面都需要13、14左右，一斤。今天在涛哥这儿，咱们大果，6两一个的大果。